我们以朋友的名义付出恋人的关心，到底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知道你喜欢的话题，所以经常和你聊天到夜里，总是想去你家楼下等你，假装碰巧和你偶遇。我买了你爱看的电影，幻想里面的主角是我和你，可是现实之中成为不了那种爱情公认的关系。我们以朋友的名义付出恋人的关心，到底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但是害怕说了会失去这么敏感些，没名分的爱情谁来证明？我们以朋友的名义做了太多的事情，得到的是友谊而不是爱情。其实这段感情的结局早已经注定，没回应的爱情怎么失去？友谊